我是一名音乐老师，因为一首优美的新疆民歌，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了新疆。我是一个追寻快乐的人，所以我一直都在把我的快乐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在艺术教育工作中，把快乐贯穿始终，让每一个孩子在快乐的氛围中提高学习兴趣，